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为大家解惑的男友。我经常能收到一些私信是关于搭配的问题，举几个例子。Hello，你好，男友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件衣服我该怎么穿呢？或者是说，男友，我想请教一下，那条裤子该怎么搭配它呢？或者是说，男友，我最近买的这个衣服我真的非常喜欢它，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搭它，求求你教教我。就诸如此类的问题，其实呢，我想说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所以今天呢，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非常好用的搭配公式，基本上可以用在你所有的衣服上。等你以后再有同样的问题，就是没有灵感啊，或者不知道该怎么搭衣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点开这个视频，迎接一个崭新的自己。这期呢，我主要是围绕 T 恤、卫衣。夹克这三个单品延伸出相应的搭配，这次主要的这三个单品呢，都是来自于这个品牌。最近应该你没有看到很多博主都有上身穿他们的衣服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的衣服真心不错。给大家说一下，这白 T 超舒服，它的面料有一种软软糯糯的感觉。你可以看到它的走线非常的细致，它的前后的印花是相呼应的。整个非常的清爽，就有点蓝天白云的感觉。我选的是加大码，所以就有点 old school 的感觉，穿在身上是我非常喜欢的这种版型。这件黑色的连帽卫衣可以算得上是我的近期挚爱了，它可以替代很多卫衣，因为它的版型非常好，就是你单穿叠穿都 OK。它的面料好像是有经过水洗过，所以稍微有一点硬挺的感觉，就不会软趴趴，因为软趴趴有的帽型就非常的难看。它的设计呢刚刚好，就胸前这个卡通的元素，让你觉得非常的亮眼，又不会觉得非常的浮夸。上次出现的那个搭了绿马甲里面那个卫衣也是它。这个夹克呢，你不要以为它是全黑的，它的背后还有这种印花，会非常丰富的细节，只是你看不到，所以它就整个看起来就是一种闷骚的酷。它的本身的版型就是飞行员夹克的版型，然后取掉了棉的部分。加重了一些机能感的，就今年比较流行这种元素在身上，所以呢，它的版型呢不挑人，但又很有细节。为了让大家重点放在上身搭配，所以我的下半身是不换的，下半身就是这条裤子，我现在穿在身上。上期视频里面有出现过，它主要就是一个休闲裤的版型，但是它又是牛仔裤的质感，然后上身就是有这种明显的献祭，是它的设计的亮点吧。下面呢，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搭配公式，点击查看，叮咚，打开。Thank you.
那让我们在回顾中结束今天的内容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，拜拜。